晒干的啊，然后要去烘焙，所以还要信托哥啊，因为我们两个老人家没有钱买机器啊，所以我们用这个，像以前的打那个打打小米打米的那个哈，就这样子剥壳，再去烘焙。可是，剥壳完了还要挑，坏的又丢掉，还要挑，还要给它挑好的。